档的时间都浪费了。48小时，我们只拍了28小时。如果早听我的，拍风景不就好了？可是阿美嫂答应我，她傍晚就回来了。你吃完沙茶面，消消气好不好？还要傍晚？那我们下午的时间要干嘛啦？还是吃这碗面吗 ？Stop, stop, stop! Don't make noise. Can you change the script? No, no, no. We don't have time that much, Mr. Tholani. We can't change the script. We don't have time. Yeah.We can't change. 来呀，阿贝咪呀，来呀，阿贝，How can I not sell the flu? 你哪做的？要素的水。咦，跟我们不一样啊，我怎么吹不响啊？这可不是笛子哦，这是箫。然后我们这位阿伯是我们这边的箫王哦。阿贝的箫，他不是什么时候都吹的，只有在来一个，不要搞了，不要搞了，加密了。好啊，那你们就在这里吃面吹箫啊。除了吹箫，我奶奶也不差呀、啊。哎呀，真是被你们气死了。阿生呀。不落雨都浇山嘞！阿妹，他叫阿妹。阿生呀、啊，阿妹呀、啊。Okay, we agree about totally a solution. We will change the script. Okay.、Mm.我去找一下阿妹。阿美，你摔到了吗？摔哪了？你走开，我不要你管啊！慢点。我知道是我错了，我不应该坚持要拍阿美嫂的。可是我觉得她的房子应该是有故事的啊，所以。可是我们只有48小时，我们等不起，你不知道吗？好了。什么声音啊？我们去看看吧。
大家好，不好意思啊，今天我们几个老姐妹去南普陀，耽误大家时间了，请喝茶。阿梅嫂，你总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他真的要把我吃掉了。阿梅嫂，你别听阿红乱说，您能跟我们说一说这栋闽南古厝的故事吗？这栋房子在我们大社好特别哦。好啊，这栋楼啊，是我爷爷在上世纪50年代从南洋回来盖的。那时候啊，阿梅嫂，啊，不好意思，你们等等，我脸上有什么吗？有啊。什么呀？谁？阿妹，这是你吗？嗯，我看看，这怎么这么像我呀？小妹，你的老家是台北啊？哦，那不对，阿雪应该是金门人，听说后来去了高雄。这么多帅哥和大美女，这张照片怎么来的？阿妹嫂，这张照片好像是1945年拍的吧？这张照片是早几年我走了的哥哥，他在集美学村同班同学的一张合影。那时候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合拍的一张照片。那时候他们刚从内迁地回到集美复课。真有意义啊。其实照片上挨着阿雪站的这个小伙子你也认识，就是沙茶馆的陈阿伯，你们应该认识，他和我哥还有阿雪他们是同班同学，而且吹着一把好箫，好多同学都拜他为师，可迷人了。听说最迷他的就是阿雪了。跟我一样，打着一手好鼓，我也很迷人吧。阿美嫂，你看看，说着说着你又跑题了吧。我们今天啊是来看你这种老房子的故事，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它呀？你看看，人老了就是没用。来来来，我给大家讲一讲我家这栋房子的故事。我去给大家拿点点心吧。哎呀，得多重啊，你跪坐一下吧。你不要乱动，我去给你买点药，你等我一下。你太大了，等你消停。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但是我从小住到大，我自己去就可以了。那你要小心一点。没事。A cidade aqui é o sentido da história. Veja lá, porque não é fácil.这个不是鸟的尾巴，这个是燕子的尾巴，我们通常都叫它燕尾脊。这也很有特色啊，我们的明珠也十分有意思，房子全部都是漩涡状的。The residence of Rajasthan in India is very unique. The stones of that castles and the houses are very precious and very unique style they are made. Not only the shade of thatcastle or house, but also the wind is very blowing slightly and slightly from there. In Russia, especially in the north, have high roofs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Sorry, I'm late.你的雨伞呢？你怎么衣服也破了，手臂也流血了，这么不小心。没事，你赶紧涂一下，快点涂一下。那个，我帮你擦一擦吧。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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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我来帮你处理一下你受伤的脚踝吧。你不说我都忘了。也害你受伤了。
那是我自己跑得太急了啦。哎，望春风，难道是？走，我带你去看看。哇，太美了，真的是陈阿伯啊。怎么也是这样的处理，也是这样吹，在副歌的地方也是这样停了一下下。谁也这样？我奶奶呀。你奶奶？有着